觉得怎么样？就这么说，如果您确定不要了，我们就今天下午吧，然后过来，我们把这个手术给做了。特殊之处呢，就是这个夫妻双方啊，都是这个艾滋病患者，他们现在想要生孩子，那生出来的孩子呢，他也是这个艾滋病的携带者，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。你现在是怀孕7个月，然后检查出来慢粒白血病，这个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，我们专家给出的建议呢，是希望你给孩子做一个引产，而且必须要抓紧时间治疗，这个时间一过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松了，这个后果还是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。情况不太好。Hello。他现在各项指标
都远低于平均水平，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了。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？对不起。天赐堂从没发生过。